主料，中心红薯100克，芒果1/2个，辅料，橄榄油5毫升，综合香草，盐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所需材料。芒果去皮，切不规则块状待用。红薯去皮，切成不规则三角块。锅烧热，放少许橄榄油，放入薯角，小火煎2分钟左右，煎至薯角表面变黄，边缘微微发焦，即可关火。将煎好的薯角倒在锡纸上，放入芒果块，粗略搅匀。撒上综合香草，将锡纸包好，注意四边折紧，放置于炉上，烤3分钟左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红薯的形状根据自己的喜欢而定，切条切片即可，注意不要太大块。二、薯角煎至微微发黄即可，因为后面还要烤，此步不需全熟。三、撒少许细盐，更凸显红薯的甜味。四、不要烤太久，以免芒果软烂。五、香草的用量是自己的口味而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